有梦的人上盖水，希望永远看小水。收听阿扁啊主持的《有梦上水》。啊，各位听众加观众朋友，啊，大家熬早，大家平安，大家好。啊，非常的欢迎加感谢，咱大家会当准时来收听收看，每个拜日会在10点至11点所播出的《有梦上水》。啊，我是阿扁啊，今仔日的特别来宾啊，就是阿扁啊的老师，咱台湾宪法学的太祖啦吼，太祖啊，阿扁啊，八年总统的国师。啊、曾经担任过凯达格兰学校第二任的校长，啊，伊就是李鸿禧教授，啊，李老师，啊，高早，啊，平安，是不是首先向咱大家先请个问候一下？各位观众，啊，真久无出来电视，啊，今仔过来听李鸿禧讲话麦，啊，请到非常特别的。啊，这个特别来宾来讲非常特别的这个议题，有关啊这个宪政啦吼。啊，当然伫遮，咱得爱伫老师啊，伫大学时代开始讲起啦。哦，咱大家所知影老师吼啊，台大啊这个法律系法学所啊是阿扁啊的校长。啊，但是你较敖，你伫大学的时阵，哦，你就开始对这个宪法啊有兴趣。哦，啊，听你讲呢，你对这个日本，哦，啊的这个宪法吼宪政啊，都真有啊这个研究啦，尤其这个美容部啊，这个达吉呀，伊所提出的天皇机关说情有独钟，啊，佮有情结的这个啊研究呢，啊，你非常配合啊这个美容。布啊，达吉这个一代宗师吼啊，日本近代光华学啊的大师吼啊，对着伊的宪法的素养啦，啊，加伊的骨气啦，啊，非常的配合啊，因为安尼，才应用你去日本来这个留学嘛吼啊，为什么你对着讲这个美容布达吉的天皇机关说啊，遐尼有兴趣？我去待待的。一年的时候，就收到刘庆水教授启禀，启禀。啊，刘庆水教授就是去上美容部大学吼，宪法。啊，所以迄阵啊，我都会晓日文，啊，都伫图书馆去甲看美容部大学。这个米诺贝他是去记吼。伊是日本宪法学士，甲即毛子，我认为是上伟大的学者。伊去欧美研究宪法，但是怎来个望日本英美的宪法？所以伊的尤其是伊的风格。迄阵啊，日本的军部甲民主领主好啊，真最。希望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专制主义的国家，啊，伊呢是站出来为民主、自由、人权、宪政啊讲话，啊，落尾因为安尼叫军部逼啊，都爱辞职，啊，军部将个册拢摕去烧掉，啊，军部佫禁止做报纸啊、杂志发表评论，啊，佫有真右派人去甲堵一刀，啊，佮问讲天皇是神，是无？伊讲唔是，天皇不过是一个国家机关之一，啊，所以天皇机关说的迄款的想法，啊，佮迄款的学者风格，团委阮老师如不信息啊，是未来啊，我嘛受个影响，所以等下我小夸有一个风格啊，那都对。是啊，所以哦，你受到这个种啊美容部
啊，这个达吉哈教授的这个应用啊，对着伊的天皇机关说，哦啊，当然在迄个时阵哈，从1920年到1935年，哦啊，伊的这个落一种学说啦哈，会使讲是日本宪法界。哦，宪法学的通说的对啦，哦，哦啊，差不多讲啊，大家哦，拢总爱上这款课，啊嘛爱考这款试，哦啊，但是到尾啊，这个军国主义开的时阵，哦啊，受到打压嘛，受到迫害嘛，不止去让人暗杀，到时哦，这么一切啊，你没收啊，变成禁册，啊，未使教，啊，考试也未使考，哦。啊，就是安尼嘛。啊，但是老师，哦，这个这美容部啊，打击伊的骨气伫底，哦，啊，就是讲面部改色嘛。虽然讲叫伊爱撕掉这个种加贵族院的议员，哦，啊，但是呢，伊的史书书内底伊嘛无认错，哦，啊，伊嘛无改变伊的学说，伊照常坚持。哦，感谢呢。我唔知道你对美容部过下来。啊，不，美容部受各种迫害的时吼，伊拢足勇敢。对。啊，干那去予天皇将伊迄个贵族的时阵退掉的时阵，伊真艰苦，是唔对，无唔对。但是做一个学者，一定要有一个骨气。对。啊，我嘛是感觉，转来我嘛知影讲，我若照。美容部的学说当然以后才说，伊才多地吼，甲阮这代拢因为时代环境无同，小化有超切一下吼，但是大概拢相同，但是要学嘅风格实在真无容易。啊，我迄阵啊，台湾戒严38年，啊，上架白仔囝，啊，枪毙可以，啊，从用直升机载你去绿岛唱小夜曲可以的时代，我嘛胸口嘛听出来种，迄阵啊有影。都是用单位讲，就是纯办事。是，所以老师做一个学者的骨气，哦，会使讲受到老师的应用有够大个，就对了吼。啊，你伫这个东京大学来咧深造，哦，来咧研究，那么怎讲？你是摕这个日本政府的奖学金去的嘛？哦，啊，迄当时人讲是安尼远离。养母吼，爱寡母啦哈，阿个太太吼，阿个两位阿个读幼稚园的囡啊，阿你着去啊来咧读册，阿伫硕士吼，阿读个即个博士班嘛，吼，加有六档嘛吼，啊，但是问题是讲，啊，我所知影的吼，你的博士论文已经写好啊，吼，你写有关司法独立的即个议题嘛，吼，咁是安尼，吼，啊，但是为什么呢？吼，你即个种东京大学的博士课程。你已经修了啊，啊！但是迄个学位啊，未克着，啊，未合理，啊，你就倒来台湾，为什么？我吼，迄阵啊是最想是，阮老母阮结婚的时阵已经都身体真歹，啊，阮太太一个查甫人，啊，都顾两个囝，啊，都顾这个大家，吼，啊，安尼真辛苦，啊，我。真厉害啦！在日本会当摕因的国费奖学金，安尼继续摕六档足久。啊，因遐基本上都是硕士3档，博士读5档、8档，啊，爱写1、2档啊博士论文。所以在日本的东京大学，要摕法律博士，拢都爱10档以上较济。啊，我6档以后，我实在无再过。个动落啊，因为厝里吼太太原来是真忝嘛，啊，我个叫我都要半工半读，哎，我原来感觉讲安尼唔好，所以日本在伫日本的时阵，我将我的博士论文交出去，啊，写那是水灯啊，哎，我实在是真好运啊，去拄着台湾大学我的时代，一个真自由派，啊，一个真优秀的学者，叫做韩中模，韩中模，伊是耶鲁出身的，啊，伊拄去要去日本考察的时阵，法人甲发一张批，讲叫我去甲伊带路，啊，带路的时阵，一直去甲日本的遐国立大学法律院长研究以后法律的发展啦、教育啦，啊，甚至看图书馆，啊，知影时啊，放松了，一到时，我2点都要出去。
看富士山咯，要看啥咯？伊咧甲讲，洪毅啊，我即摆即公会内底无关公，我阿无要安怎？伊讲来，咱来谈，我一再甲恁对一个华人院长讲个话啊，怎啊直直甲我讲？讲了会投机，啊，大家拢食暗巴，啊，我就转去安尼就对了，啊。啊！我讲老师，我即马落论文交出，大概骨一当对当当。伊讲你当来无效，你有啥物朴素，啥物红素、乌素拢无效啦。因为你吼，以我了解，你伫大学时代都甲蔡同英、甲校英民做伙，啊去啊记录嘛无算好，你做无效啊，但是。贪我咧，我咧做法人院长，你肯等来？啊，伊个替我算哦，你等伊为江苏做起，江苏计计嘛三档尔，啊，那则我用三档嘛小工等，较紧等啊！我怎照伊个意思等？啊，因为安尼，和韩老师介绍真济课，啊，我那真体，恐怕真感谢，真歹势，啊，所以即马我在咧做韩昭模法的基金会董事长。是啊，所以韩昭模院长受人尊敬，伊嘛教过我，哦，即个心怀眼里，哦，一些出国成章啊，不只只写，迄个也写写了好，噶。是有够够的，好，咱讲真嘞，非常佩服啦。比如说，家庭高阶有学问嘞，哦，啊，这个有这个风范的这个教授无济啦，伊中间一个。我跟你讲，让我更加惊到就是讲，伊对宪法的理解的深，啊，伊跟我讨论问题时，伊感觉讲，哦。你安尼读了袂歹，啊！所以老外伊去啊访问的时候，所以那像你讲，迄个就职考试是吧？去啊去考一礼拜，啊！你讲等啊，啊！无意思呐，迄个协助人已经请一个为德国等的，老教授等去啊，吼。是啊，所以韩教授嘛是我咧读册时阵的法学院院长，哦啊，所以就是因为伊的关系，哦啊，所以利用伊阿哥咧做院长，你较紧倒转来，倒转来，我都无，所以绝对无机会。我卖我无得无这个机会，我卖讲法学院无，连其他大学都无机会。对，啊，所以讲个伊嘛，你的贵人啦。对，啊，你伫个1974。哎，加八月嘛，吼，民国63年八月暑假回来嘛，吼。啊，我六月我就离开台大法学院，我就毕业嘛。啊，所以我无法度有机会来做啊，即个迄种哦，咱李鸿毅啊教授的学生啦。但是我的后生吼，啊陈志忠有受到你教过啦，又受你的遐多课。啊嘛，有上我的研究所的课，啊上本国宪法，上比较宪法，会读些无较疏离哦。是啦，好啊，但是哦，你讲我无正式安尼，互你教过吼，但是我嘛看过吼宪法教室一本册啦，啊，所以我嘛曾经是宪法教授的学生嘛，哦，啊，所以我嘛是真正老师的学生啊，公立老师哦，永远的老师恩师哦，一点哦都不假嘛，哦，啊，当然伫遮咱嘛知影讲啊，虽然你无摕着博士的学位，但是呢，你会当加做咱台湾哦宪法学。哦，即、这个学界、哦宪法学界的态度，哦，人讲态度啊，我讲反正台语叫做态度啦，哦啊，所以我感觉嘛，当之而无愧啦，哦，感谢啊嘞，不是啊，你第叫我老师和我讲一个讲啊，我都印象中都无教过一个囡啦，哦，啊第二哦，你讲我态度，我含味道、饭道拢唔是啊，我太做太做，啊我迄个当家大学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写论文呢，一种是干啦，迄个在迄个课程修了啊，啊我是开倾向课程修了啊，啊我老爸当个代代毛提好看，我伫当代博士课程全部 A 成绩全部 A， 啊，迄阵啊啦用迄个资格要去日本做副教授是一档，吼，啊我当来时阵讲想讲啊做三档。
讲师嘛，无要紧。啊，迄个中间才逼家己写成定论文。哎呀，啊，所以呢，啊，其实呢，我咧做地位的时阵，老师都有教我挂吼，免得辩论啦。哎，当时我受邀请吼，啊，去台大合唱团体吼，啊，甲马英九当时做立委会主委啦，啊，我是一个立法委员。啊，阮咧辩啥？辩修宪甲制宪，总统直选甲。委任直选啦，啊，阮两个在咧辩论，啊，之前我去啊，老师吼，啊，学功夫，啊，讲你话教一个，看免煞辩得着，面对马英九吼，啊，过去人建联社的咧吼，啊，人个口才嘛足好诶，吼，啊，所以呢，嘛是老师我教，啊了，咱伫咧辩论的过程中间，咱嘛无漏亏啦，无啦，哈哈哈哈哈，啊，所以这毋是老师啊，无啥物叫做老师。你像三本口才都已经真好啊！我那破文强记，能够博文强记，读个物啊快，啊记忆力啊足好，啊口才也真好。但是我是嫌讲你迄个口才真热情，啊上过热情，有当时啊都拍着软棍就对了，啊个。有甲你头壳微博啊，改变数，咱哪咧感觉较不离别啦，免啦差开啦，啊，所以说，迄阵啊看你，干嘛叫病啊，可以走无路，是嘛？我就欢喜。咱老师改啦吼，啊，当然伫遮咱嘛爱个回顾吼，啊，迄当时啊，我要选台北市的市长吼，啊，要来邀请老师看有，当我来担任我的竞选总干事，袂安尼啦吼。我、哦、啊要请老师，袂遐简单吼。啊，你住伫即个竹山路吼，啊，即、這个博士村啦吼。啊，我要去即个台大宿舍，啊，要来拜访老师，啊，来邀请老师。我想讲，我一个人无够力啦，我要将阮某哥请出来，吼、哦，爱坐轮椅咧，吼、哦，啊，老师住四楼咧，啊，我将。阮太太吼，伫一楼啊，抱去到四楼，迄部电梯嘛吼，啊，要来邀请老师，啊，结果唔知影讲安尼电铃记落，讲啥物，唔是老师缘投啦，还是别个老师缘投了对，哎，我得阁抱落来咧，啊，阁去到另外一栋，啊，大概找着老师缘投，啊，所以我为着即个已经要邀请老师做我选市长的竞选总干事，我是安尼四楼吼，诶，即个公务啦吼，啊，我安尼上下。安尼世界啦，啊是安尼才请到的呢，可是那个三顾茅庐啊，我是安尼四楼要跑四趟呢，啊个抱着我太太呢，可是。啊！你就是你这个行为，让我人生感觉很苦。本地我是可能要做学者，对啊，啊，因为那时候，这差不多已经低了，迄阵啊可以感动啦，为着我抱十二站起嚟啊。阿姨甲我讲，老师，你若唔敢答应，无阮某换你抱来。我想讲，有影好感动啊，才来创啊，实在是，迄阵啊，我实在是看头看尾，啊，主要是呐，有大较大唔对，会去甲讲一下，啊，那无看伊，都做了好事啊。迄阵啊，我嘛会记你讲，人咧笑讲，迄落三级平民，啊，伊下骹咧光脚拢成。就拢食槟榔、穿衬拖，哎呀，啊，人别人是穿西米露，啊，西无都无，好啊，都街头大贩，啊，无都有党政合一的，国民党提名人，你要赢啥？啊，迄阵啊实在是上缺是缺啥？绝对呐，投票都无为65%，剩个77%，你是袂掉了。是啦，啊，因为大家人看讲，哇，你这遐摆，为着要选市长，你发动无当。经过一下摆，啊，一个欧巴桑就出来讲，恁做嘛就无得信，啊，所以投票都搞到77%，啊，国民党投票都利用足悬，啊，遐假出来的投票都拢是咱的。啊，其实伫1997啦，吼，我市长任内嘛，哦，咱如果安尼做伙来推散。报道希望做宣传啦，哦，啊，伊家管市长选举哦，是老师安尼呢，亲自出马，老中青三代啦，吼，啊，文家啦，啊，甲文家，阮咱三个嘛，安尼全国吼
各管区扫一百几场就对了，安尼秋风扫落诶，啊，所以咱替民进党加加减减吼，吼啊，增加这个席次，咱第一届过半啦，好不好？对，十二管区就是安尼，啊，你搁加两管区，哦，你搁加一个嘉义市占卜呀，啊，搁加一个南投诶，这个澎湃县，你赢十四个就对了，哦，啊，所以我有机会伫两千年来当选啊，这个总统，我相信啦，1997年选举诶大赢有关系啦。啊！这当时大家旁边其实老师亲自出马啦，哦，来带这个报道希望做宣传，哦，感谢呢。迄阵啊，淡水边已经变真好讲话啦，所以讲人讲南苏北食淡水边，伊本来就好讲话啊。啊，个文家迄阵啊，口才也袂歹啊，阮三个去，我迄逐摆人拢足济，拢无游览车呢，啊，拢无八百壮士的吼。啊，有遐济人，我感觉真爽。迄可能是台湾史上真无用，我甲看到景观啦。因为大部国民党的迄落基层的搬烂吼，用钱也好，用抽脚踏车也好，抽碗盘也好，啊无加减食些贡丸米粉也好吼，迄是搬烂个足彻底。啊，迄落文化进步不遐快，啊，所以像即摆人事可能我艰苦是艰苦，啊嘛感觉讲。台湾啥物都进步，干那即个选举文化要浓哦，因为选举权是家己权利，唔是，迄是国家社会委托你，应该爱放弃家己立场，啊替国家选择好人，你才当好。啊，咱政治学发达拢相共，讲啥物款的国民，就建立啥物政府，生啥物国家，啊，迄国家政府都安怎去对待你？啊，当然，我嘛知影老师吼，最爱出国吼，啊，去旅游啦，啊，带这个师母吼，啊，你去的国家，一种几啊十国，几啊十国，看五十有吧？108，108嘛，你看我阁记唔对去，108啦，吼，等于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国家，你拢总去过嘛，吼。但是我印象上较深的啦，吼，你爱翕相，啊，你的相簿不七加五高，安尼，会使讲吼。足整齐就对啦，无讲乱糟糟。啊，你绝对是安尼亲自吼啊日子吼啊，包括迄个景点伫对一页，咱写甲清清楚楚啦。哦，啊，你个册房哦，你个册啥一间过一间吼啊，但是呢，袂讲啊乱糟糟，有个人个册哦，坐到尾也无法通看嘛。啊，你一本一本摆甲有够齐啦，吼、哦，这唔是一般人做会到。啊，我嘛知影讲话恁兜。吼、哦，你收集做者即款古典音乐啦、切片、迄个唱片啦、啊，吼啊，等等有诶无诶啊，厝内吼，毋、哦、是咱书香啊，嘛包括那像迄个维也纳歌剧院同款啊咧。哦，啊，确确实实实在老师无简单啦、啊，吼啊，所以人讲啊，台语之水啊，你讲台语更加水。哦，啊，这当作唔是阮这有法度人学诶啦，吼、哦。啊，当然上界重要是安尼啦，吼，要来请教啦。为什么吼？啊，你男我同款嘛，惊某啦吼，疼某啦吼，咱会使啦吼。啊，但是呢，你甲苏摩恩爱一生啊，竟然去吼，陈文茜面吼，讲你是有大男人主义思维啦，啊，写作，啊，小韩妈妈。你即马讲这代志，我感慨真济啦。人的生命是时间加空间合起来。啊，我的时间我唔知影，我会活偌久啦。第一个我过路啦，驾车、写论文、行街头、啊做工、啊为非三做吼，啊身体已经真烂啊，所以甲买机哦，含阿扁都看到唔甘。啊，第二。我的精神压力足大啦，唔知影当时会出代志。啊，实在讲，迄阵啊，到65岁退休的时阵，医生都讲，你若别久像安尼木落吼，阮无法度看你啊。但是主要理由就是讲，真侪学生，我别人个囝死未了，肾脏去读宪法，啊，即马等啊。我若无走，因就欠一个亏；啊，我若去做花猫，因就欠两个亏；啊，我若去兼课，因嘛欠半个亏。啊，所以我想讲，啊，大个啊，啊，第二，实际上我若讲，啊，65岁，
应该渐渐都爱搞笑咧，去接班。啊个六十五岁以后，可能未平应白遐个话，所以迄阵开始，我都唔捌伫报纸杂志写写半篇文字。啊，你拄啊讲起讲啊，我趣味啊，钱那都爱旅行。时间我都家己不在靠定，但是空间我都尽量去做。我本来伫里写足侪文字，写一千万字，你个恁会使看看我写字写到这边变残变残障去。哦，哎呀，写一千万字，哎，那是我的理想。我是无讲一个国家上惨，就是讲战争啦，无通食啦，啊，传染病啦，啊，变外来通知，啊，台湾人做四巴掌，咁则是阮一代无在个塞一撮个头前咧，啊，怎拼命落去，哎，我唔知我下期会变高回转来，但是遐拢唔是我的钱啦，一旦伊若讲枪毙可以，还是讲送绿岛可以，遐拢依照。动员戡乱时期，城镇保护条例弄个不收去，所以我某想一步就好，伊知影我做个旅行，啊，放我去领寒暑假，去舒缓的压力，啊，我阁借这个机会，拢家己做团长，啊来做学者，啊，所以拢先研究伊个国家地理，啊，向导。啊、所以晚上做睡觉、啊、下车尿尿、啊、晚上睡不着觉、啊、所以尤其是那车在走中间你都没啥嘛两个学者高手过招好步数顶出来、我继续这个学问不然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哥倒当来节目，有望上水的现场啊！我是阿扁啊，今仔日的特别来宾啊，就是阿扁啊的国师，台湾宪法学的太祖李鸿禧教授啊。拄则大家所听到好听的歌曲啊，有咱台湾国歌之称的《唔通嫌台湾》，是徐景淳所演唱啊，林彦明啊作词，萧泰然老师来作曲。啊，拄则有去讲到吼，啊，老师啊，甲师母恩爱一生啊，竟然去予人讲有大男人主义的思维啊，就是迄届的选举啊，这个陈文茜吼啊，因啊来咧推杀的吼啊，推杀啥物呢？就是讲所谓的安尼好选人。吼、哦，爱来这个已经包尿布啦，啊，甚至推出所谓的辣妹啦，啊，老师有无同款的看法？吼、哦，安尼就袂得啦，就对啦，吼，啊，就袂使讲吼，啊，袂使讲安尼提出来，大家啊做一个讨论，还是迄东西啦，吼、哦，无要紧，啊，总是咱过去啊，啊，刷入去，啊，就是咱要来请教老师，啊，有关的老师曾经讲啊，中华民国的宪法。哦，这是龙的宪法，哦，啊，你来提出严厉的批判，为什么？讲这个，讲到龙的宪法，我伫国际宪法学界，嗯，啊，用这个龙的宪法的理论，啊，真侪人感觉趣味啦，哈，啊，因为。从古早这人类感觉讲，哦，我使足用，啊，但是头壳不好，那到人头无真好，所以咱就爱去看，人头使身上。好，我中国人特别好，伊将脊椎动物的五行拢纳入，因为人从古早都常惊蛇、蛇毒，啊，佮惊空中咧飞的来吸，啊，老鹰，啊，所以。好，迄只龙个创作了第一，伊个都爱用哺乳动物，上巧，啊个上吉祥的，大角羊，大角羊来做领导，但是安尼袂惊人咧，啊，所以伊将用果皮下到落去个倒落，啊，面安尼话要惊死人，啊，不是要吓人，啊，不是要恐吓人，啊，个希望伊会飞，啊，所以迄落蛇都无脚，啊，伊就用迄落爬虫类诶。脚啊，个唔是哦，迄、那个脚个到婴儿脚，循环也飞天。啊，那蛇脚，咱看到是缩土咧，哎个到溪南啊，还爱正水爱飞天。哦，足够啊！哺乳类、鸟类、爬行类、两生类、鱼类，大行拢个变个走走走。哎，啊，咱个看中华民国很乱，正行都是。资本主义宪法就是咱讲民主宪法，甲共产主义宪法是正反两边。共产宪法就是反对资本主义的产生的。资本主义宪法讲三权分立制衡，啊，共产主义讲民主集中制，迄拢无共。啊，但是咱的宪法一方面有国民大会，迄就是。苏联的最高苏维埃都是中国的人大会，啊，迄个共产主义的，啊，但是咱也规定个五权分立，啊，五权分立了内底，啊，你个设一个有实权的总统，啊，所以听起来大行都不行。我从17岁读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啊，落尾第一去读国父遗教、国父遗教，拢想有一日新闻讲了无彻底，我要甲发扬光大，啊，落尾一个去。个留学安尼读六档落，就感觉讲啊，我从17岁忙到即马86岁，前后70档，唔捌看现无亲像人嘅宪法就对啦。所以即落宪法讲要修啦，是要安怎啦？哎，我拢感觉无趣味啦。所以讲这是龙的宪法啦，吼！啊，我讲这叫做俄罗斯嘅宪法。当然在2003年，非常感谢老师吼来出任民进党新宪法小组的召集人嘛。我是印象中啦，老师较早期是较倾向赖阁者，后尾啊呢，有小可
修正啊，支持总统制。啊，我是咧讲，咱讲一个良心话啦，吼。啊，老师话已经八十几啊，吼。啊，一世人咧望这味嘅，吼。你感觉讲，台湾新宪法，那如果要杀，应该是走向内阁制，还是总统制？或者是讲，想收掉制，还是搁要继续俄罗斯制？这是迄阵啊，吼，真侪人甲批评啦，上课我拢主张内阁制。啊！但是伫外口主张总统制，啊，迄时我那是真现实啦。因为台湾你若讲内阁制，啊，选举人迄阵啊，伫国民党的迄个限制东山，啊，甲地方经营基层的搬乱很久吼，你若用内阁制，啊，一定是台湾人拢无权利啦，永远无机会。台湾呐，选总统，迄都歹讲哦。哎，因为台湾人无爱甲中国做伙，啊，所以说讲这老实讲，我若有小花政治上的无意的、现实的面对，真现实的运作了。啊，那我是指定是来过这的。啊，那这么唔惊？民主进步党啊，已经两届完全执政，意思是讲，哎，透过国会选举，立法委员选举，照常有法度达到过半嘛。啊，过去就是讲啊，无可能嘛。哦，啊，这嘛是有可能啊。所以两党拢总捌，吼，迄个调总统啊嘛，即个迄个啥控制国会的多数嘛。吼啊，所以不管是内阁制总统，即过去的选举的可能已经无去啊嘛。吼啊，所以我也感觉讲，你呐如果凭良心讲。台湾应该走向内阁制，还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内阁制嘛。对，啊，你讲了，我那真清楚。啊，实在要有过两下因素。第一就是讲，英派因遐去哦，共产党赶出来，啊，将台湾当作殖民地，哦，啊，遐人的时候吼，迄个对台湾人看不起就对了，家己建教，啊，个当受气，对台湾看不起，啊，所以遐人一地一地地的死，当然了，原来有留一块人落来，啊，第二台湾以后甲中国的迄个关系，啊，哪来哪变世界问题，啊，所以以后咱就像即马那渐渐，选举，啊，伫立委的时阵，会当代表台湾的多数，啊，那是地方。空间古早迄落搬暖啦吼，啊泡茶啦，迄款的方式吼，要台湾要较浓哦，所以以后也是来过嘴。是是是，啊，当然，伫遮咱阁进一步来请教咱即个台湾宪法学的即个太祖吼李教授。啊，咱嘛知影讲啊，即卖正正来讲啊，修宪啊，讲唔对，爱制宪。吼，就是讲宪改的方式是要修宪还是制宪？但是我认为讲应该讲开，迄是一个名词之争。吼，啊，就是讲要走向新宪，吼新宪，不管修宪你嘛要走向新宪，同款制宪嘛要走向新宪。吼，啊，这比较着较重要。无只你讲啊，将国民大会，吼啊伊废掉。吼啊，将这个孙文的三民主义啦，吼啊，所谓的这个啊政权机关，吼，那一个驻前机关五院啊，驻啊一个政权机关的国民大会嘛，啊，咱嘛有法度啊，伊透过修宪啊，实际上是制宪，予伊加做历史的名词来啊，伊安尼刻掉嘛，哦，啊，当然，伫遮阁进一步嚟讲，要请教老师讲，哎，啊，到底讲林宇雄主席曾经提出讲。啊，咱也开始讲要修宪也好啦，要制宪也好，要新宪也好，吼，伊主张是讲爱制定一部台湾基本法。啊，我嘛看过老师曾经吼捌提起，是毋是中华民国第二共和宪法？啊，到底是要台湾基本法，啊，是讲第二共和宪法？啊，这款的宪改方式，你有啥物较宝贵的记得？是这样的，这我。现在我较老较袂记哩，但是我的印象中，伫2003年，我无去做过民进党的什么这个宪法小组召集人，因为我唔是民进党员，宪法学者加政党啊。
伊个献花都无信用。对啊，迄阵来修献，我是知影讲，咱拢唔对。世界有修献制度足少，干那美国，迄时因为美国当建国个时，伊重政治结构，啊，甲联邦啊是讲，联邦是中央集权，还是联邦制度，差不多拢底下。阿拉伯就讲，哎，未使哦，恁英国是无宪法，不行不能宪法的国家，但是伊管的保障基本人权，还是讲迄落侵犯行为法，啥个啊个衡平法、刑平法，迄拢是等于国家最基本的大法。啊，那个基本大法，无共的法律。法院会当根据个司法审查权，将你法院制定的法律、行政公布的行政命令，能够宣布的违宪无法，违宪无效。啊，美国落尾则都爱有修正条文，按修正条文都是大部分打打出来，修正条文14条，拢是英国迄个成立。英国发明宪法啦，吼，因都1215大宪章，但是实际上成立是1668年，光英革命时代因个人权宪章，所以人权宪章这是宪法的本质，也记得，也思想，也特行，啊，至于行宪，三权分立啦，那是种手段、方法、方式啊，啊，所以。应该是安尼才对啦。啊，伊说呐，所以修宪啊，足歹势，含总统一摆修宪，我都拢唔敢去，我无爱留我的名都修宪的迄个顶面，因为台湾的修宪甲人拢无共啦。但系使讲修宪的条文甲原来宪法的条文互相冲突，那是另外一种临时条款的变形啦，安尼啊。啊，我是迄阵呐。对台湾基本法本来都完全反对的人，比德国也是本来一国，啊，叫俄罗斯给占一半去，啊，英美法给占一半去，啊，不得已分做两国，啊，所以西德是希望后日来统一，所以不讲宪法，干那讲做基本法，啊，以后人干那合并，啊，咱台湾甲中国本来就两国，无可能讲做啥物基本法，甲伊拢无关的。啊，那第二讲好，我就是想讲，哦，咱以后，哦，台湾那家己，变主权独立的国家，啊，更讲好，咱就是。来猜，来过节。啊，1996年，李登辉当选，民选的总统的时阵，啊，尤其是2000年，陈水扁这个三级平民当选总统的时阵，我认为讲台湾都是独立吧。纯粹是因为，咱的政府还是咱的。国民军队当政有一挂人思想要改阿未过，阿无必要去政改的来变，啊，所以较可惜，也咧请恁，请恁红旗的阿咧人呢。是啦，感谢啦，老师啊，讲啊真清楚啦，吼，真感谢老师吼，啊，伫2004年来出任这个凯达格兰学校诶这个校长啦，吼。啊！你对这个凯达格兰学校，我创办，我讲啊，这不是贬校啊，不是党校哦啊，你有啥物这个哦，在贬的话啦哈、哦。我对陈水扁有未少诶好的印象，其中伊去学日本的国际上下诶，电器企业，因去建立一个上下政治经济补习班，因讲是首政经所，也陈水扁将伊动算的钱，无提当来，做伊家己的使用，转来迄个安尼，一来一去的钱，拢倒落伫凯达格兰学校。迄阵凯达格兰学校都爱差不多10等以上的公务员，啊，都爱一定相当高的资本金的企业家，啊，个有一定的人格加学术的。学者三个人都一位，和迄落，和迄落，即落，
学术界知影政治的困难，啊嘛，学政治界知影讲学术有什么新的变步吼，啊，所以这真有意义啦。哦，企业爸来看讲，啊，政府咧从你看袂讲。关系啊，怎样讲？政府困难里头啊，学术有什么新的创意？所以这是我印象真深的所在。所以目前吼，六都的市长有三都的市长，拢总是咱开销杰出的好友啦吼。咱也感觉安尼真以有荣焉呐。啊，当然我嘛知讲老师你是博士论文，你写这个司法独立嘛。好啊，司法独立，咱大家拢总知影嘛，有正，人讲迄个啥？哦，伊个基本的内涵啦，吼，伊个核心，吼，啊有几个重点啦，吼，司法独立的核心有几个重点，第一，罪刑法定啦，吼，罪刑法定嘛，迄是绝对是核心之一嘛，吼，啊，当然一个讲法官法定啦，吼，啊，罪刑法定，吼，啊，佫一个无罪推定啦，吼，啊，另外一个就是讲罪以为轻啦，啊，佫另外就是讲证据裁判啦，对，吼。大概是不外这几个原则嘛，好啊，这么的讲到这啊，司法独立有这五大核心的重大原则啊，看到阿片啊哦，啊所面对的这个官司辩论呐，啊到底是符合这五大原则无啊嘞？我若讲到家己读司法，啊讲到司法了，我才是真怨叹呐。一般讲起来，这么社会，那来做民调对司法，这几年啊有较进步了。啊，那无应该总是60-70%以上对司法无信任，甚至70-80%吧，啊，甚至国民党的大官都是讲法院都很开的，啊，都啊。陈总统咧讲起，迄些拢是迄个环境，罪行法定，你政治资金伫陈水扁咧运用的时阵，要无迄个规定，所以用迄来判罪，迄当然是袂使。啊，甲普通检察机关咧开始侦查，第一个就是无罪推定论，就是来假设讲伊是无罪，啊为无罪证据先找，啊老伯再个有罪证据来。对比但是不是呢，咱那个特征组啊，规排徛出来，讲我若无甲阿扁的办，我根本规落台。嘿，各国的历史上，尊重独裁国家，我嘛唔捌看下呢。啊，至于讲临时知影讲这个法官，敢不讲啊？这边那判罪唔判的时阵，后尾换人甲判了啥了？所以。那讲这个两弹案，这个代志吼，我是感觉，是台湾真大的问题，而且司法改革实际上，有影就是用美的迄落法官的栽培吼，计真重要。咱这法官甲检察官更合适的栽培，迄是问题真大。是啦，啊，所以拄只讲到吼，这个司法独立。哦，啊，现我嘛写甲真清楚嘛，吼，啊，但是伊个重大个内涵，我拄只讲个迄几大原则嘛，哦，啊，法官法定原则，意思伊讲袂当讲，送抽到啊了，阁会当啊揢掉中途换法官，迄个违背法官法定原则嘛，哦，啊，感觉啊罪行法定主义，啊，罪行法定主义就是法定主权嘛，哦，啊，你毋是法定主权啊。竟然讲会上阿伯用实质影响力，也嘛违背罪刑法定主义啊！哦，啊个另外咱讲咧，讲无罪推定，啊连未审先判呐、啊！哦，啊人得哦打丢掉，啊就开始来讲个未听是议论审判呐、啊！哦，就是安尼嘛！哦，啊刷入去，咱讲哎罪以为轻，啊结果定定就讲啊罪以啊是。啊，迄个已经违重，违重啊！你讲啊，证据裁判啊，怎么慢慢证据啊？咁是安尼，我会跟你讲，我中间有一个案的时阵，竟然讲不作为啦，意思讲啊，我真根本我也无去参与着，啊，我也无去指示拢做咩哦？啊，伊讲无哦。你不作为，你无去动就袂使，你每动就是强犯啊！有人讲安尼，我讲啊，咱买股票伫市场买，啊，但我有啥物关系？啊，我免人去动，讲伊袂使买股票，啊，叫人袂使买，啊，这些就是讲安尼。是迄个国民党政权较早迄个司法的体制，所以李登辉总统要推我做大法官，啊，名单拢公布出来，我确实，这是司法官数真少，啊，第二，但水平要叫我。
做所有的营地，我把死掉，因为迄个将吼，火黑已经熬足久，伊要改实在是真无容易。好在在即马咧看得当，哪来哪舒适？不过老师讲，一世人无爱做官吼。这点我是感觉讲，那如果你当时有接受，哦，咱李总统啊，你邀请做台湾官，啊，甲我的时代来出任司法院院长，啊，所带领的司法改革，绝对不是安尼尔尔啦，哦，啊，所以我意思是讲，你无做我点都唔对啦，哦，你应该是爱能够进入体制，诊断体制，然后去啊改变体制的对，哦啊，所以我感觉这点哦，我做学生的我较保留，老师傅，啊，我是较自私啦，我若入去做大法官，迄种啊看遐法官的定量，啊无满意啦，啊去做车轮牌大法官我不爱啦吼，啊你的时代我无入去，我是怎样讲，迄个将官已经很烂了吼，啊我若无改也袂使，改我的形势就是安尼。无啊，但是吼，人讲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啦，你明知影讲伊是将官，啊但是你讲也无讲去啊清清嘞吼。啊，永远就是降工，啊，不是愈来愈严重吗？这嘛，我感觉蛮好严重点。对啊，啊，你总是老师教出来的呢，哦，咁是安尼，阮哥、B 哥，拢总老师教出来的呢，哦，法官、检察官老师教出来的呢，哦，啊，伊就伊个国民党，当来占台湾的司法官吼，台湾的司法官叫清算，啊，用你啊近亲繁殖，你若革命无相共，你袂。当入面，啊，今嘛嘛是要真无用，啊，个主要是咱的法官栽培真伤紧，那伫英美系法官都爱做十五档的检察官，都爱做十五档的律师，啊，都爱你的写的判决书还是辩护书真好，才会当合理，列入名册，啊，列入名册，再个经行政机关去检。啊，敬两杯，再个和立法机关的参议员啊来敬，啊到遐来，那做个到遐来，做个大法官，大家身躯边拢有钱啊啦，社会也有地位啊啦，拢希望讲安尼做个会啊，死都法定为止。好啊，咱希望会当更加进步啦吼。啊，当然今仔时间的关系，咱第二首歌吼啊，加后。啊，无多来播出吼，真歹势。啊，咱刷来最后一个议题，要来请教老师啦吼。啊，既然来啊吼，我嘛要来请教老师讲，正名界限入联公投的运动到这来，啊，下一步变怎？老师，你评我个知影啊？你敢未记你讲2007，你拜托我去跟你斗斗正名制宪，我讲正名无关系啦。咱宪法奉作合作台湾宪法的正名，但是安尼类呢，美国随起兵民嘛。你知影伊个美国个起兵民的精神，何里都袂当都亚洲加油啊，都飞去。背基比利亚加油啊！啊，就讲你是迄个麻烦的制造者，才知影讲啊，偏偏咱也无美国甲咱斗下手，咱阁无法度抵挡级别的罗马，所以讲起来实在是我呐足伤心足悲哀的代志。台湾人要都爱过一顿啊，一顿啊大打拼啊，都爱过受一阵啊苦。哎，啊，台湾。意思讲，美国若无弹头，咱就免想了，对。我嘛知影，你像我，你第一摆出席啊总统的发表的文稿来，你同我讲事不宜没有。我迄阵你记得讲，我以后不爱插你啊。你同我讲，啊，若无，美国都唔派代表来。喂，咱讲真的啦，吼。迄个数不一没有，甲美国无关系啦。啊，我是有一个前提啦，一定无啊低调来讲，只要中共无意对台使用武力，则本人保证一二三四啦，安尼啦。啊，最好是安尼来。啊，迄是我是选情，我当讲啊啦。迄数不一没有，我伫个迄个就已经吼，伫个2004年伊个已经选情，我就讲，哦，啊，甲3月31日的款，哦，啊，我讲到即个已经啊四部，哦，啊中间一没有，哦，
迄是个尾啊，佮加落，啊，但是加伫三步变四步啦，啊，佮加一个疫苗是李定辉我建议啦，就讲不要毁掉国统纲领啦，是安尼来啦，哦，啊，但是我一个前提，吼，啊，我个前提一直存在，啊，所以有讲咱无讲啊，是安尼，我尾啊，我嘛正常加台湾的国家咯，啊，就是安尼来啊，啊，我以前那是，无咱美国无坦白讲，你当时无我，啊，我以前那是料想，是讲大概美国像甲你用晋江的事啊，无啦，咱讲真个啦。哦，啊，当然美国是真清楚啦。哦，伊到目前为止对台湾要行这条咱家己的国家咯，伊是有意见。伊认为讲啊，台湾的国际地位对因来讲是无显而未显，是台湾地位未定啦。哦，啊，所以呢，这点就是讲，咱今仔要行这条路，确确实实有咱家己的限制。咱来承认啦，好、嗯、啊，所以就爱去较拍拼啦。不过，真感谢老师啦。啊，我最后讲一句，就是讲，那唔免烦恼啦。美国制定台湾关的法，那是法律，伊无去制定荷兰关的法，是相当关的法，都是只能默认台湾是中国。好啊，真感谢老师。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为止。下礼拜同这个时间啊，空中再相会吼。啊，得要勇敢哦，啊，吃百二啊，老师啊，我八十六岁啊，我要吃到百二岁嘞，多谢，谢谢哈。